这个块这个区的啊，所以左手边这个都是 University of Lawa 大学，左手边这个 Lawa 大学来的，是一个法语大学，那么也是一间老牌的大学，那么主要的也都是因为它以法语为主的啊。开始进入那个鬼饼的时候都感觉到都不一样啊。另外一个大家今天看不到的啊，因为在鬼饼的市啊，给你们猜一猜，它下雪一年平均会下多少的雪，然后下雨天啊一年的下多少那个啊雨了啊，平均下雪的这边大概是150啊，就夏天下多少那个雨的。主要你冬天来的这边啊，给你们的一些那个参考的资料。我们现在走这条是马路，在冬天来的时候，我们走的是上一条隧道，因为两旁那个雪啊，下雨后基本上都堆在旁边，而且堆在中间。我们走在一个好像冰场一样，中间这条马路要铲水以后了，所以我们都以为自己走在一个隧道里面。上面没有那个雪啊，下雪的话当然上面的雪在旁边是冰啊雪啦、啊、这样子啊。平均的 inch 就换句话说大概11英尺多一点，还不到12英尺雪平均，你看啊啊厉害了。对，十啊平均的啊，一种那个是整年啊平均的那是10尺的，而且冬天都很冷，基本上那个雪不融掉，对不对？不融掉，所以为什么走在这边都是一个冰场一样啊？下雨的话，这边其实啊，说实在还不到那个啊，大概10英寸的啊一个雨量总容量啊，所以那个差别很大，差别很大啊。